人小 S 与老公徐亚军结婚后育有三个女儿，虽然偶尔卷入风波，但夫妻俩的感情至今依然甜蜜。近日徐亚军被拍到深夜带着四位辣妹跑夜店，立刻引发热议。对此小 S 并未做出任何回应，不过日前更新社群时却回复了网友的相关留言。她晒出一张自拍照，表示录完影回家收到老公准备的感恩节大餐，直呼好幸福，夫妻感情似乎不受风波影响。照片中可以看见盘中有龙虾、马铃薯泥、火鸡肉片等多样主食，看起来相当丰盛，一旁还有蘸酱及他最爱的红酒。而粉丝也开玩笑表示，酒才是重点，有酒就有快乐。其中有网友留言表示，徐亚军又被拍了，小 S 则大方回应没差啦，彼此相爱信任最重要，对老公表达了满满的信心。Bye.